教育圈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，我是今天的助教教练刘教练。这节课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下士和经济独立。好，啊，这个时候蓝雀尾就开始了，对不对？左横右横，鱼，我做快点啊，急，然后啊，按，好，转动式，也就是摸鱼式。好，接着走呢，单边，单边完成以后呢，我这边退一退啊。就是我们前面做的一些动作说过的，那云手，那云手呢是从右向左云，这个我在第二段的时候还在讲错，当然我后面补了啊。好，看看云到最后啊，就是说这个一般是云三个，云到最后这个右手啊向上的时候走，啊，这个九啊没有理扣，再走一个单边，啊，这几个动作呢是重复的动作。当我们单边完成以后啊。下面的三个招式呢，就是下士和左右经济独立。首先呢，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整体演示啊。这是下士，好，走到这里，这个右手在前，咱们可以说是右经济独立，然后退左脚，起。这个呢，我们可以说是左经济独立，哎，再往后面走啊，我们接着打。到两头，下面呢，我们来分解这个动作。当我们单边完成以后，我第一步重心后坐，在重心后坐的同时啊，把我们的这个后脚，也就是我们右脚呢，往后掰，啊，要把角度尽量掰大，掰大了以后，我们的胯才好活动。因为如果不掰大好的话，我们的胯是不好活动的。好，大家再看啊。重心后坐，啊，基本也是找一个死转的点儿啊。然后在我们右脚后掰的时候呢，重心向右移，右脚后掰，啊，这个时候我们胯就向右转了。但是胯向右转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左胯啊，左胯保持开胯，啊，保持开胯，就是说你不能这个一走呢，这个左膝啊，它跪膝跪过来就不对了啊。来看一下啊。重心，我松胯，重心微下沉，然后重心接着往右移，右脚掰脚，伸向右转，左胯开胯就行了。哎，走到这里了，然后呢，下沉，不要做的气断啊。下沉的时候，就是说你的腹力压不要散，用咱们传统的话说呢，就是说你丹田的这口气啊，看不要散，看，就是这里这口气不要散，这个呢，看。就叫做下士。其实这个下士大家可以看出来啊，它是从这个陈太玄的这个确定龙演化过来的，啊，就是陈太玄这个确定龙演化过来的，啊，左右走确定龙，它两者是一码事。大家看看，就是说下士啊，看这个是下士。下士呢，它对于常人来练了来说呢，它比较容易出问题。有几个点容易出问题了。第一个，下士啊，很多人他会下得很低，大家看啊，下得很低。其实下得低对不对呢？这个得看你的功夫。如果你开胯开得很好，你身体柔韧性很好，即使你这个屁股贴到地上，你摸一下，你这个腹内压还没散，它就是对的。那你即使下士啊，下得这么高，但是你一摸，你的这个腹内压散了，也就是说你丹田的一口气散了。这个下士就是不对的。下士呢，就是首先我们第一点要保持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的腹内压不散。你看啊，我们腹内压不散干，我们脚一动才能发整力。哎，你的腹内压如果散了的话，你这个整力就散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练这个下士啊，第一条就是保持腹内压不散。用传统话说，保持这口丹田气不散。好，然后。在我们腹内压不散的基础上，你的柔韧性如果好，哎，你可以尽量做低一点。如果你的柔韧性没那么好，你就不要做那么低，因为做过低啊，它会破坏你的腹内压。如果我们的腹内压被破坏了，那么这个下士的意义呢，也就不在了。然后是第二个，就是前腿。很多人呢喜欢把这个前腿蹬直，实际上前腿一蹬直啊，你的腹内压就散了。内家拳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？叫做曲着立风。直着立断，
意思说什么呢？就是说你如果是练内夹拳，你保持连绵不断的话，你是不能出现直角的，腿也是一出现直角就断了。所以说我们在做下势的时候，前腿是要有一定曲度的，只不过是你的柔韧性如果好，前腿的曲度比较小，曲度比较小。如果你的柔韧性没那么好呢，前腿的曲度比较大，这一点大家要记清啊。高原还是氧气的问题了。好，大家再看啊，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这个下势的意思了。前腿不要彻底蹬直，柔韧性好的话稍微曲度小一点，看着好像很直，柔韧性没那么好了，你就弯点也没有关系，地儿腹内压不散。好，大家再看一下这个下势啊。好，来，啊，这下势就下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再说这个后手的问题了。有的做下势是怎么做的呢？你像我学的这个下势啊，它是按沉开后脚的时候啊，这个手啊后手是放在这里不动的，或者说微微往后引一下。但是有的新练下势怎么练呢？也有这么练的，就是放在这里的时候啊，沉，把这个手啊插到后背去，像这样走的嘛，然后走起来，也有这么练下势的，两种都对。其实这个套路啊，说到这里呢，咱就是说套路的问题。你像我在外面教陈氏泰拳，也教杨氏泰拳，对不对？教杨氏教的少。其实这个套路啊，它在千就也没有上千年，杨氏泰拳大概也就100多年的历史，陈氏泰拳可能200-300年吧。其实套路啊，它在演化的过程中，经过不同的人手啊，它肯定会有不同的风格，也细节有不同的改变。这个就像我们写书法一样，一个人字，对不对？一个老师教写人字，人字是那个人字，但是呢10个学生学他就可能写出10个人字来，人字还是那个人字，但是风格不一样，细节不一样。练拳也是，练拳这个套路啊，就是经过不同的人手转，他这个细节肯定不一样。你像杨氏泰拳，对不对？那可以这么说，杨班侯、杨建侯他练的最后肯定跟当年杨露禅不一样。那再往后世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傅崇文、傅森远，再到傅清泉，他肯定和这个杨班侯、杨建侯他们练的又不一样。那么再传到最后的，你看这旁支的这个叶日水同志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汪永荃传下来的这个杨氏泰拳老六路，他肯定也不一样。这个都是很正常。我们练拳练好自己的东西，找好自己的体感，就是说，这个东西就行。然后两点呢，第一个，我们不要强行用自己的东西去，就是强行用自己的东西去往别人身上套，去约束别人的东西。打比方说，就是就跟吃饭一样，你是四川人，你喜欢吃辣的，难道你就不喜欢这个江浙人吃甜的吗？这是各自的口味，就是说我们不要用自己的东西强行去约束别人的东西。第二呢，我们也不要强行去对比别人的东西，找到各自的特色就行。我这个有点表达的这个可能有点复杂吧，也就是说练拳他练到最后肯定是各具特色，我们练的时候先学好老师的特色，最后练到自己的特色就行了。就是说不要去过度强求对比一些东西，或者看着别人练的怎么不一样，怎么对？等你练到深层次的，找到本质的东西了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一样，就像一个人字。你不认字的时候，你可能感觉这个撇捺和那个撇捺写的不一样。当你真正认字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这写的都是人字。我想说的就是这个，这个泰拳也是，招式上千变万化。你像光流派，对不对？国家承认的就有6种，这个陈氏、杨氏、孙氏、武氏、吴氏、何氏。不承认的小流派，还有马来西亚，像这个新加坡的小流派多着呢，招式千变万化。但是我们要追求本质的东西，练身体结构的东西，在这些上东西上它是一样的。所以说很多东西大家不要去强行对比，也不要拿自己去一味的比别人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说的下势的这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下势我就见过两种练法，这前不说了吗？对不对？一个你看这么练的，我呢学的就是这种，我习惯性练的也就是这种。那还有练的把手藏到背后练，这个就是下势，下势练好了呢是金鸡独立，啊，我先把金鸡独立做一遍啊，是吧？这个呢是金鸡独立。关于这个金鸡独立呢，它不同流派的这个名称叫什么，它也有区别。有的呢是一腿来叫，什么叫做一腿来叫呢？你看啊，第一个这个金鸡独立，大家明白啊？这个时候是我们是左腿独立，所以说这个动作呢